艾米口。預備了四首歌給大家，那就等一下先。好，你們吃了飯沒有？吃了啦。哎呀，咁点算啊？咁你哋冻唔冻啊？好冻，其实我头先谂咗好耐，应唔应该着褛上嚟咯？系啊，所以都系着咗。你哋准备好未啊？耶嘿，开始啦喎！咁你哋准备好未啊？咩事啊，随时。好嚟啊！
咧聽埋啲比較特別嘅歌咧，咁我就嘗試去揾一啲大家都有聽過嘅歌嚟送俾大家啦。咁第二首咧就可能未必啦，係啦。咁呢首歌咧，我係想大家可以輕鬆啲嘅心情咁樣去聽嘅，希望大家中意。One, two, three, go. 我有一对比，有一只是我爸比，我爸的比跑去哪里？爸爸爸爸爸，玛丽住在隔壁，玛丽的隔壁住着玛丽兄弟，玛丽兄弟拿了我爸的比，我爸的比。
就係咧咁老土嘅，我想你哋開 IG， 跟住 follow 我，我係 Amico， 有燈牌，係啦，俾大家睇下，大家識串噶啦，跟住 E M I K O 底線 M U S 啊，係啦，好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我，好，下一首歌《逃生門》。Thank you.
好，咁咧，最後一首歌啦，就係、是希望大家即今日咧呢四首入邊咧，我最想大家翻去真係可以將佢加入你嘅 playlist 入邊嘅一首歌，就係、是、一首兩三個月前。是不是兩三個月前啊？我自己出的一首歌叫做《星海》，咁呢首歌咧係一個朋友作曲嘅，咁但係詞嗰方面咧就我用咗我之前參加比賽或者一路走嚟嘅經歷去寫出嚟嘅，係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翻去聽下呢首歌，又睇下個 MV 咁樣，《星海》，希望大家中意。
起飛嘅。多謝大家，多謝曬，再大聲啲嘅掌聲好唔好啊？哇！啱啱首聲愛好好聽喎，多謝。係啊，哇！你快啲去 cover 下啦。我快啲去 cover。係啊。我去 cover， 我知道我唱歌，我真係驚大家都會見醜。唱兩句啊！而家。我依家我唱兩句，係啊！我唱我唱嘅，我唱星海。好啊。我唱星海，我唔得啊！星海唱咗啦，我就唱多啲啦。好啊，我可以俾佢訪問得啊，轉頭先。喂，不如都問下你啊。近排有冇啲咩新嘅目標，或者有啲咩近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近況就係今個月好忙咯，因為又要翻學，又要趕 project， 又要有好多唔同嘅 show。咁但係最重要嘅一樣嘢係嚟緊，可能十一月要會出下一首歌啊，咁就仲。努力地傾緊拍 MV 嗰啲嘢，首歌就其實整好曬噶啦，係爭個 official 啫咁咯。哦，我相信觀眾都好期待，係咪啊？啊，咩招呼啫？好多 fans 啊，你係我都就係成為你個 fans 之一啦。多謝。係，唔使怕醜啊，而家。好，大家再俾一次大力掌聲，Michael，恭喜你。